可以开始。お久しぶりです。OK。MCO 期间，太多精力了，常常睡不着。然后睡不着又怎样呢？就是肚子饿。那么又不想吃太重口味的东西，又要减肥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做馒头，很简单不了，是不需要酵母的，只是面粉就可以了，只是需要时间。那么我们来做做看吧。首先大概200克的面粉啊，200克的温水，他说要40度啦，大概啦。我是用沸水来做的，那么应该比较干净，就是搅到它没有那个粉状，全部是黏黏的。来倒上去了，好了，大概这样子就好了，黏黏的就可以了。然后过后包起来，然后等明天了，就是要给它发酵一天。OK， 大家好，一天过去了，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看我们昨天发酵了应该22小时了。来，你看上面很多水蒸气哦，哒哒，哇，很酸了，很臭。然后过后就准备了400克，哎，我用200克嘛，那么现在我用400克的来掺下去给它，哇，很臭。确定可以吃的吗？这个是还没有做好的，味道很臭。你要用手去抓吗？这个是会做菜的男人的你，好臭啊！然后就搅它吧。没这样臭的，还是有啊。那个新的面粉带过去它的味道了。过程中忘记放糖，放糖给它促进发酵。这样啦，旁边有一些那些糖，因为我忘记放，过后才放，它上还没有融化完，不过没关系吧。等一下再见。A few moments later. OK， 再差不多两个小时了，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改变，因为我时间不够，所以我就先把它开起来了，把它做成一粒粒小小粒的，然后再给它发酵。他说有蜂窝状的，好像没有，但是还是软很多。OK， 分了两粒，中间切，中间切，好，然后再切，我好美的，对呀，然后再可以看一下那个面，对，切成这个样子，后面它好看一点呢。全部弄开去，让它比较光滑一点。好看呢？不好看呢？还是交给这一只做吧。OK， 还是换专业的人来做吧。我做的不知道做到什么东西出来。好像是一粒圆圆的。向里面戳。对，向里面戳，就是一根圆圆的。哇！綺麗ですね。很好，继续做，继续做。这个方法把它压平，然后卷起来，然后按下旁边，就这样。很好，继续做。好啦，馒头已经做完了啦。其实也不是我做的，是我们摄影师做的。哎，馒头呢？请拿出来吧。OK， 就是这里，整整12粒，然后就把它收起来，等着第二次发酵啦。可是我应该要回家了，现在已经说7点了，快点回家，8点前一定要回到家。要不要给警察叔叔带走，我就很惨。哎呀，奇怪呢，已经差不多又在发酵了4个小时。可是好像没有改变的，惨了惨了。
所以开啦，试试看煮一个。虽然看起来好像还没有发酵好，可是还是试试看吧，下多几个一碗。哦，因为肚子饿了，真是蒸好了，可是还是有点酸味呢。没关系，试试看吧。我好像不记得我有方言呢。Hello， 我是西布利的。哎呀，这一个影片好像是我第三次来介绍自己了。可是哦，第三天了哦，它还是没有爆，而且一开就很臭哦，所以哦，有专业的专家讲已经坏掉了。为什么坏掉呢？可能太久了吧。那菌种死掉很臭。所以你翻车了。知道，臭了。哼，翻车，没有的事。馒头也可以是用煎的，好吗？很好吃的哦。只不过，是他们吃的。咦、欸。